我们现在在古希腊剧场的后方，这里是一个度假胜地海水浴场，你看这边，哇，非常的漂亮。那这整个都是我每天航行的地中海，你看一下这边，哇，一望无际耶，多蓝啊！今天天气又好，看起来真的很漂亮，海水浴场真的很美啊。我手刚刚不晓得怎么样去夹到，拿 GoPro 的时候流了还蛮多血的，不过还好，小两个小伤口已经止了，有点痛。好，今天天气有点热。有点热，你还受得了吗？有点担心呢。所以要赶快去运粮处，不要在这边啊。好。那可以丢。好。好，地中海。看一眼，多美呀、啊！